家好，我们今天会有抽奖活动，请记得看完影片所有的内容，在最后面的话会有惊喜抽奖，请大家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我们晚餐就要来吃火锅世家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刚休息了一阵子。因为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变凉凉了。它十二月的晚餐，我们通常都是首选就是火锅。听说今天火锅非常的厉害，会让你痛风的锅。好期待，好期待！我们现在时间才五点哦，听说已经晚上已经被订满了。刚刚已经有一组客人出来说没有定位不能，不能。还好我们提早定位了。所以大家来的话要先提早先定位打电话。哇，开场就不一样。刚刚店员有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，我们要点海鲜，因为我们就是四个人一起吃，很澎湃吧？有两只龙虾。老板的特别就是他就是那边有就是可以自取的地方，然后他里面就是有那个蛋，他那个蛋是那个什么蛋？叶黄素蛋吗？反正就是成本蛮高的蛋，因为我们刚刚原本想说把主食换成蛋，因为我们那边都是主食可以换成蛋，但是它这边是你主食之外，你还可以有一个蛋，是可以生吃的那种蛋。哦，对，新鲜的。对，我们今天是选的就是海鲜的汤底，因为他们这边最有名就是那个龙虾。嗯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那个龙虾来的。耶！你在干嘛？你还好吗？这整个无限畅饮。它的冰淇淋是明治的，还有巧克力牛奶啊等等，就是应有尽有。哦，这是配料区。对，大家外国取餐的时候戴着口罩，不要讲话。这就是刚刚你说的叶黄素蛋，而且还有日期，你就可以安心使用。这个有鱿鱼饺哎，好特别哦。但是它这个就是两人份的配菜。我觉得它很好，是没有很多火锅料，都是真材实料的原型料。原型料，对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慢送上。这个是我们四人龙虾的大胃王肉。哇！那我们这边周围的话是我们的快乐雪花猪肉，中间的话是我们的澳洲板腱哦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架子可以给你们做使用哦。谢谢。哇！龙虾套餐。谢谢。贝里斯龙虾有天使龙虾、跟澎湖海明虾、跟草虾、跟一般白虾，然后鲷鱼、鲈鱼跟蛤蜊。哇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摆在我面前，我真的是傻眼。太扯了，太大了吧？哇，里面都还帮你剥好。哇，真的是没在跟你客气的。海鲜直送。吓死，吓死。我们是不是要叫隔壁姐姐一起吃？你的是什么汤头？昆布吗？因为我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我的汤都会以昆布。然后是吗？我沾了他们这个蛋，你看是可以生吃的那种蛋。你吃什么？没有那个牛的臭味，没有牛的那个蛋也很好吃。它的那个蛋比那个某牌寿喜烧的蛋还要有那个味道，蛋香味比较重。你们可以吃吃看，因为我每次去某牌寿喜烧都也是会狂吃它的蛋啊，怎么办？我以后不想吃那个寿喜烧。快乐猪啊，它吃起来的肉会比一般的肉还要再 Q 弹一点。它是吃了会唱歌，其实很快乐。一般的猪肉会有肉味，快乐猪比较不会有肉味。真的。哇哦，这是比十块还要大。超大的哎。我们来看它里面是不是很饱满，我们先丢下去看。它说真的是好吃的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一个。哇，很大颗，有符合你的期待吗？非常合乎。哇，哎，它不是那种就是大颗，然后里面只有这样子哦，它是整个满的。你不觉得它整个就是开真的兴奋吗？因为他真的超爱吃海鲜，对，他真的是海鲜挂的。再来100颗，我都吃得完。吓死我了！你这句话不要被云林一哥听到。我说说而已啦，我说说而已。你不要被他听到，他真的会送来给你，我跟你说。真的 ，Oh my god！ 因为我就是每次煮蛤蜊，我都要让它煮一下，因为有
一些蛤蜊，因为会有那个腥味，很臭。但是它这个，你看我刚刚一打开我就拿起来就直接吃，不臭，完全不臭，就是嘣你就可以吃了。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喜欢这个蛤蜊，我可以感受。我愿意开一个小时的车来吃。这个是什么？一般白虾啊，你看它这个是已经开背去肠泥了耶。哦，好棒！哦，妈妈带回家。你当它是宠物吗？一次下去，一次下去，一次吃四种。对对，一次吃四种。那我先剥壳。会比较不好剥啊？不会，会很好剥。真的、哦？如果它很新鲜的话，而且你的汤不会变得那个多的。哦。因为很新鲜，所以很好剥。你看，这样烫一下就好了。呜呼！嗯，很好吃哎。Oh my god！ 你爸，很好吃啊！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他是打从心里喜欢。你不要哭。很好吃哎，怎么办？今天有很多汁让你吃，有没有爽？好爽啊！你看我刚刚我已经吃到第三口了，还在吃，它真的很大一碗，它没有那个臭臭的鱼片味，没有，好吃。老板，问一下它这个是要怎么煮？直接丢下去煮吗？丢下去煮就好了。你要煮几多久？大概要至少要五分钟左右，3到5分钟。那我自己来讲，我都会先稍微煮一下，把这个刀吃掉，然后去煮。你说直接先吃这个刀？就是先煮一下，可能煮2分钟，然后高手就先吃刀。然后它有的我看不出来，因为它有的会有一个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口香糖的感觉，它是那个楼下的那个金囊。金囊？对，就是说男生的那个。是，我那时候第一次吃，我想到怎么会，我还以为是员工没弄干净什么，然后我发现说，那个是他的东西，对，那小宝贝啦，小宝贝，如果很幸运的话吃得到，很幸运，那是幸运才吃得到，100次才一只，哪里是没有不一定，他吃了才知道，对，他的麻辣是那种中药的麻辣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层辣油，很香，真的很香，而且他的鸭血是这么大块，你看这么大块，好吃吗，孩子？这种店要多来，不然以后我吃不到，我会很难吃。刚刚已经把那个2分钟先把它吃掉，这个那个膏，嗯，然后再下去煮。对，再煮3分钟就可以吃到这个肉。我是用剥皮辣椒煮。你已经煮好了？都煮好了，然后可以直接吃。它肉爆多的哎，超级多。哪有啊？哪有啊？整个这个超级多，你要看到肉有多厚，多惊人，非常的香甜啊，而且它肉质不会到，就是我觉得可能煮的时间有关，如果煮太久的话，它就会很软，它这个就不会，这个就很软嫩。你这边是龙虾的那个迷妹，它是发自心里的微笑，你知道吗？它这个火起来，对啊，它整个火起来，突然好像立刻被好像喝到酒精一样。这个是不是那个金囊啊？会啊，会不会？你问他呗。这个是吗？好像是。哦，我根本就是海星公主啊！你要确定他是不是啊？我有一点充满恐惧。可以叫老板来吃吗？海鲜公主。对啊，什么都要尝试。对，是。要整个咬啊？我觉得是，因为他。哟，是吗？是吗？那是什么？是什么酷酷的？不是什么？你咬，你是有口香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嗯。对啊。哇！我觉得公主万百中选一，百中选一。对，一直嚼，这样子两分钟吗？这样吃2分钟。我们就4片，你就选到了那一。真的很像口香糖哎。对啊，就是很像口香糖。可以接受吗？要吞进去哦，养颜美容。你在吃金囊？它是营养圣品。来来，吃吃看，颜色。哎，它有点咬不断的感觉。它很有点，它真的很像口香糖。吃下去很像还没有发酵的那个面皮，然后一直在咬，一直在咬，一直在咬。海鲜公主被选中如何？感心情如何？发表一下感想。谢谢你选中我，但我不需要。应该是说爱吃的人应该就会很喜欢那个味道，但是如果会怕的，就真的可能没有。如果老板没说，应该你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。对不起啊，我们比较没有钱，第一次吃肉。我们还是吃肉好了。很 Q 哎，很弹的感觉，很鲜，跟他都在。很新鲜。对啊，我们在店，我们只会吃，我们没办法叙述，好吃就会来吃这样子。
你可以品吃出它真的很新鲜的口感。可是因为就是新鲜才可以煮的时间这么短，然后锁住那个它很甜鲜甜的味道。海鲜公主开心吗？哦，你知道整个容光焕发。我们现在要煮粥，可是海鲜锅就是一定要把它煮成粥。对啊，这是精华。火锅就是要这样，最后就是来一碗粥，把这个精华全部锁在这个饭里面。哦，滚！哎，这个感觉不错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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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要到了，我们要把叶黄素蛋加进去。哎，它的蛋黄真的很滑，明珠才是真正的痛风餐的精髓。对。主要有点战斗的感觉。要加点葱花。大量的葱，你看我这个，加了葱就很漂亮。嗯。很够味，我其实闻起来就蛮浓的，而且海鲜那个鲜味。对啊，海味，就是从头到尾就一个形容词。这重点是它的蛋真的很香，对，因为有那个蛋的香气。我觉得火锅就吃这个，就才是正式的 ending。对啊，这样子我们呀，对啊，嘿，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耶，很饱，重点又很好吃。我们今天有初体验吃到那个龙虾的特殊物品，对。一大盘的肉，对，还有超级虾子跟龙虾，还有超大颗的蛤蜊，还有没有臭味的肉，很新鲜，是快乐猪，云林特产 ，Happy Pig。那下次来要先预定，一定要先预定，很重要。这一间店是火锅世家林湖尾店。哎，他这样子四个人吃下来，其实我们刚叫那一份才3500多，其实一个人平均下来不到1000块。我觉得超便宜的，因为如果在台中早就超过了吧，应该1500要，对，在台北应该也要超过，对，更贵。所以我觉得3500，哎，CP 值真的很高，而且真的很新鲜，拜托赶快来吃那个蛤蜊，拜托，这么大，哎，他早上跟晚上也差一点多，蛤蜊有打到他的心，太太。公主呢，今天要来抽我们云林湖尾火锅世家价值360元的火锅券，还有再加我们的 VIP。那另外呢，会再多抽5位，可以拥有我们的 VIP 卡，总共会有10个人可以获奖。那我们今天就感谢我们的火锅大帅哥，火锅大帅哥。热情的赞助，请大家踊跃参加我们的抽奖好吗？拜托大家。那抽奖方式呢，就是即日起在12月25日完成下列2个动作，就可以完成参加抽奖的资格。第一个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第二个就是在此片底下留言，不管你要留什么，你要留海鲜公主很正，你要留哇看起来好好吃等等的网络肺炎都可以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可以重复留言，也拜托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拜托大家，求求你们，谢谢。